肯定我们一会儿就到了啊！梅婷阿姨家也有个小弟弟，只是特别特别小。多小？小弟才几个月吧？你可以去逗逗他，可以抱抱他。他几斤啊？15斤。嗯。你可以邀请他们家的快快妹妹来咱们家，然后跟你一起玩红豆豆，是不是？但是怕红豆豆咬快快妹妹。是。等他一岁多了吧？等他一岁多了就不咬快快妹妹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快快妹妹还长大了。啊，那样的话，你是不是跟他玩，在一起玩就有意思了？嗯。我们要发个信。梅婷姐，我们一会儿就到了啊。梅婷姐，我们一会儿就到了啊。好的好的，我们在家等你们。嗯，给你听一遍那个 Big Bang 的歌吧。今天你可以跟妹妹听，你看妹妹有啥反应，看妹妹喜不喜欢这个像你这样喜欢带节奏的，你可以大点声。